轻人，他们也是跑来这个地方探险，那都是一些小朋友。结果他们来的时候，突然间走入某一个房间内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，大家就跑走，一边走一边讲。我是说笔记里的，不要自己拿，这里晦气重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不是，这边有一些蛮日式的，要进去看看吗？走啊。从我看一下。进去，这边。深啊，这间很深。蜘蛛网都已经哇！这边是厕所吗？厕所就是阿妈躲在这里。你知道为什么里面四个人被蚊子欺负最严重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喷香水，我的这个香对你完全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以后出来都要喷香水。为什么这边会有泥土在里面？可能之前下雨吧。可是你看，就这间有，然后外面没有。对啊，很奇怪。而且我发现。刚刚好像，好像今天的那个焚香好像也是烧的蛮明显，还好。鬼哥好像发现什么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那个门好像是刻意封起来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其实这整间里面，这边是拉牙。啊？居然是拉牙，吓到我。还蛮大只的。拉牙就拉牙。吓到我。这边其实整间都已经是鬼哥那个熏香的味道了。大房里面有一个很潮湿的味道。哎，可是其实它这边很潮湿哎。对啊。它墙壁这个全部都已经变成那种壁癌，里面都会渗水。所以它里面湿气很重。抓抓水。这个地方是很日式建筑，我想要进去那一间看看。哪一间？这一间。这一间。哎，比你要不要回头一下？你刚才照里面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东西在反光。这一间。有吗？有。后退。你过来，你再往里面照一次。没有啊，你刚看到什么？那什么东西？好像是那个水，它好像有一个水族箱。这里，你刚才往里面这里照的时候，它那个水族箱的玻璃还是这样反光。还有镜子。这边水族箱都在这里。你刚才说要去的是隔壁那间吗？嗯，就是这一间。好，那不然过去那里。这边有拉牙。走啊！走啊！
问他哪里啊？你是哪里的亲戚吗？哦，手长脚长。这边嘛，你怎么会选这间啊 ？A B， 这边杂草最多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杂草。A B 现在选了，进去看看啊！啊，那就好 ，A B 自己进去看看了、啊。好啊 ，A B， 我摄影机让你自己进去啊。那你过来拿吧。你为什么不走过来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现在这一个算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小任务啊，就是单独让一个人自己去勘察里面的一个状况。因为这边的建筑物太多了、啊。感觉我玩一下小游戏，有没有？他们说这样想要进去看看，就让自己进去看看。哎、欸、啊，他这样子进去安全吗？嗯，安全吗？不安全就叫啊。哦，好，反正我们就在外面而已。好，那你自己小心哦。嗯。啊，我把摄影机装好。那现在 ，Abby 他决定自己一个人要进去，然后我就是把摄影机交给他。鬼哥说，待会如果有状况的话，你再进去帮他处理。对啊，没关系啊。好，那你就直接进去吧。这个地方到底有没问题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？会怎么样？看起来我是怕里面怪怪。对啊，不会。在外面聊一下，不觉得今天很热吗？那我们就在这边户外聊一下、喔。就很热。这地方感觉蛮奇怪的。现在我自己进来了这一间很旧的房子。它算是，其实它屋顶都已经破坏掉了，不知道是下雨的关系还是怎么样。我们现在走进去，其实它有点不好找到，因为链跟手套现在都在外面，然后现在有我一个人。好不好踢到什么？我是比较担心他而已啊，被蚊子叮是小事，我是怕他进去这一间包会怎样。不会。对啊，因为担心说他一个人进去。自己进来。看一下，什么声音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录到，刚刚听到一个声音。在旁边，好紧张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。那鬼哥，那摄影机，那你先拿着好了。要吗？要还是要给我拿？好。哇，这里怎么这样子啊？哇，超难踩的。他刚才好像有走到后面那一间才发生状况的吧？不要进吗？不要进去吗？好好。那个往外走，往外走 ，King， 你先往外走，往外走，往外走。哦，会摔倒。等一下，摄影机 ，King， 你先帮鬼哥拿一下，因为他现在手上拿东西。那边好像一直有一个猫在叫的声音呢。
所以是猫叫声。我不知道 ，Abby， 你刚才在里面是听到什么声音？那个撞击声。哎、欸，你看他满头汗，满头汗。刚刚鬼哥，他全部都汗。鬼哥他这样子，刚才在里面那样是，到底是这一间？这一间，你刚才进去有感觉到什么？就是那一间，特别是右边那一间啊，后面那里。对啊，我就是要走进去的时候听到的，就好像叫我不要进去的样子。什么声音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录到，而且那间超暗的，對啊、那间就是里面完全接触不到其他东西。对啊，我刚才这样子进去超暗的，我在外面那个地板很难踩的时候还很亮，走过去就暗了。在外面看还好，结果这间里面它是中空的嘛，嗯，结果旁边那间是整个塌下来的、啊，嗯，所以他是不想让我进去吗？是那个磁场排斥啊。走啊。走，嗯，所以先这样，不要久待。这里有一间，很大。怎样 ？Abby， 你们刚才不是说要一起出来吗？你们刚才不是说一起出来？嗯，啊，现在是怎样？啊，先把他带出去，把他扶着，先把 AB 带出去，先带出去。好，带出去。